新兵日记之特战英雄播出不到两个月，已经有一堆士官兵挂彩。我膝盖开过刀，我现在膝盖不能跪，腰不能动，你都知道。我现在交女朋友等于也没有用。要回台湾，可是不能大重量啊。对啊，我其实我自己开过刀，所以应该开始这样。最惨的是饰演排长的张彦明，他从七楼高的垂降高塔掉下来，幸好有一点绳子的拉力和软垫，才没有发生悲剧。昨天他从屏东转移到台北国泰医院，结果是腰间第一个 L1 压迫性骨折。那医生那个时候说，如果再差两公分就会伤到神经的话，就会下半身就瘫痪。对，所以其实运气算蛮好。那我现在就是四肢都可以动，但是因为就是腰椎那边骨折，所以没有办法走路。如果要起床的话，就一定要穿那个铁衣支架衣才可以走。医生是说至少要一个月啦，就是躺在床上一个月，但是要完全整个好，加复健可能要三个多月。士官长刘湘慈也很惨，前期训练被操到全身淤青。最惨的是他在屏东受累，男友王洪恩却在台北陪长发妹看电影。看来拍戏不但要顾好身体，也得看紧另一半。壹电视陈拓宇、张子明采访报道。